哇，史上最浮夸，台中超浓起司意大利面，要多浮夸就多浮夸，双管齐下继续辣秀。太嘎好，矮黑梅森，今天来到台中超火宵夜店惊喜夜宵俱乐部，一到用餐时间没有一次不客满。他们家主打的意大利面、汉堡、薯条，每份都是以撑饱众生为目的，分量实在又满足。如果你是松露爱好者，他们家的松露系列你直接点爆就对了，浓郁到冲脑，吃的超爽的。天气冷了，超适合来碗海鲜超满的热沙面。如果你对他们家不陌生，那一定知道他们最受欢迎的就是意大利面，松露野菇鸡肉意大利面，松露与白酱的结合吸附在每条面条上，浓郁界的天花板。他们家的每种意大利面都很受欢迎哦，但是接下来这款不只是好吃而已，还很奇花，韩式辣奶油起司意大利面，带点酸甜的韩式酱汁，非常开胃，辣度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哦。它的重头戏就是那超重本的起司加到满，将整个锅子围一圈，圆圆满满，圆圆圈圈，圆圆，再放在烤箱里面，那不只是将起司融化，也让酱汁更浓缩，风味更强烈。各位准备好，眼睛不要眨，我们要施展大绝招——起司双头龙卷风！看那起司沿着锅边越拉越高，我们的口水也越流越多。这道菜完全贯彻了色香味俱全，惊喜夜宵俱乐部从主食到配角都非常有水准。如果你们还没吃过，绝对要去试试看哦！汉堡和墨西哥烤饼一吃就停不下来了，而且记得一定要点起司拉到天花板的意大利面，并且准备好你的手机录影，那绝对是视觉上的冲击飨宴哦，拜拜。